片段 Part Two 哦，老师 Part Two， 今麦老师在干哪活黑啊？讲四个时阵先该勾起来，啊，可能边啊好料。OK 啦，老师快边啊好料，快啦。老师这有科技没？你有可能等嘞，搁爱续续虾嘞，有咧续虾无？够呢，哇，这三斤半，食到笑结结啊！今仔日目的无食着牛肉，含遐袂当困，干哩，那是真正是。老师啊，下一个动作嘞。下一个动作，把那个虾子再扔进去。这肯定会的对啊。我们要管了。我们管了管了。好了，来了。勾起来的对啊。一只落来了。对啊，我虾真正翘起来，袂顶袂当。安都安都袂跳啊啦。你本来无跳虾有无？安尼虾都袂跳。真正个。你要用个换。有啊，都这样换。你用换虾哦，都会跳。啊，知道了。有老师讲的拢听有。我老师不是刚才按教课了，这样嘛是美食家。我有很多生活智慧你要学。报告是，老师说了算。台湾进贤在过过黑啊。担心吧。安内塞呗，老师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老师讲，哦，花跳跳，冰镇。老师，等我先甲这三门乱。先用盐烘烘的，即卖我迄个，好啊。哦，老师讲的，哎，我拿来。老师现在底安刚好。今年还可以。很好。没有人敢这边惹事。真的是假的？但是我感觉伊只敢那拢会了代志的，袂啊。哦，老师讲袂。有老师拍保证无问题啊，啊无用羽毛球甲单。啊，给啦，给外公，来外公。老师在搞，这卡背后开，有收收了，看你后，收收带，老师收收带，带带。卡背后开有无？啊，这个啥过滤器有无？嗯，过滤器，慢掉，有无？啊，伊死人是不是啊？你看，有啊，你啊，我讲的。迄袂使食，啥物上课的时候要嚼老塞。你听到迄个乌乌的，你也袂当食。即个死人下面安尼落。我食就是安尼，有素素的，然后。啊，你读较慢，无外口你腹肚疼。哦。啊，即马白有啊吼。无怪老师食哩啊，外口。我食七八个几只。老师，你慢慢来，我紧。这两个卖食。两个不爱食。不可以。啊，无你是食啥的？食肉尔。啊，你后较抓。不是，你看后面吼。老师食肉，干咩导游？面哦，青的哦。哇，这些白的，哇，小夹夹，哇，你有看无？哦，够好个啦，然后哦，老师，你免把我白下，我教你白的。啊，你也要白啊？会啊，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我白价有钱了，看真价。面啊，面啊，麦老师，我承受不起，我教你白的啦。老师，你先，我不会教你啊。你会记讲这条这安尼有无？背后配料来换油胶无？加个讲遐过滤器无？用掉哦。啊，遐拢袂当食啊。啊，这死人，遐就是什么？袂使食，袂使。老师，这对康健拢袂当。袂使食，袂使食。真的哦。真不。啊，那个。我怪你袂买多少片。啊，就讲遐肉啊，遐就讲遐蛋嘛，卖食，因为伊个蛋内底哦，你伫个水池无足清楚哦，伊个是毋是个蛋伫内底，伊啊伫抓卡抓渣，有无？抓卡也渣有无？吼。莫怪啦，莫怪安全的。老师，我去食一碗龟甲拢食落呢。老师，谢谢啦。卡卡乐。啊。今天只阿公俩，你四阿一斤七百块。啊，伊是真正有养殖的啦吼，伊一斤食起来是四百几块啦。阮只拢死啊，白虾拢死啊个。哦。啊，烧酒会，即马起价偌无？我以前拢卖200，即马吼，因为钓虾会起价。